收听733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杨过，我是小龙鱼。好险有抢到票，不然看不到现在最火红的运动选手，我一定会吹干吹到。喂，我只有买到52号球衣。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就是连美日韩的海外选手都要致敬的台湾巨炮陈金锋。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金锋。第一次上电台节目，有点紧张。哇，本人比雕像还要帅耶！哦，拜托，那个雕像根本是蹦恰恰碰哥啊！其实我的鼻孔也不小啦。哎呀，没想到锋哥除了是全垒打王，也这么会开玩笑哦。那我们就一起边谈恋爱边进工商服务时间。嘿，听教练的就对啦。哎，你们怎么都没有听教练的？哦，原来这个教练有口疾，教练口疾，教练口疾 ，coach c o a c h， coach 教练。早知道有这么好学的英文方法，这样我旅美的时候也不会常吃螺丝了。对啊，那一天引退赛的画面，有看到锋哥的一双儿女可以跟可爱的儿子女儿一起用，效果更棒。而且还可以留给学弟啦，齁，想旅美先用733就对了。欸，虾米啊，是虾米，目前电台已经被锋哥的粉丝包围了啦。人多到了他讲话都口急了，那我要赶快下去见粉丝了，拜拜。欸，要给陈金锋签名的签名球勒，陈金锋等等我。